决赛开始了。好，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终点位，地图上方的系统发现就是蓝色的神族选手，来自于德国的 Showtime。 听听声音啊，听听现场的声音。我靠，好激动啊，现场坐满了，已经坐满了。What a lovely crowd here in this grand final. 下方的吴彦龙发现就是红色的同组选手，来自芬兰的 Stereo。For Cyril。啊，这声音是差的有点远。这差的有点远，我只能说没办法，这个东西没办法。对，毕竟德国主场，这个没办法。对。来看看这次比赛，当时他们两个在去年有一次，有段时间两个人都达到了自己实力的巅峰的时候，打了一场比赛。当时在整个欧美圈啊，我看每一个选手发 Twitter 发出来都是说是神与神之间的战斗。那场比赛好打的惊天地泣鬼神，最后还是 Cero 险胜，只能说他们两个之间有打过很多次，互有胜负，但是我感觉 Cero 应该是占优的。对，这个具体是多少我要去查一下，我跟大家看看。但从成绩来说的话，Showtime 要比赛比较好。对，毕竟 Showtime 打得久一点嘛。要查一下他们两个之间的。哎，德国以前有个神族叫功夫 Panda 的，早就好像很久没看到，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Cero 最近跟 Showtime 的对抗，我从最早开始看嘛，我从最早 Cero 应该是从2011年他其实就打过一些比赛了，刚那个时候刚出道，一直在输，11年12年被人打成狗。Showtime 还是一个 VS 的开局，他的这个 PVZ 的战术，所有的战术基本上都围绕着 VS 开局。这盘有可能他会选择那招 VS 开局之后出在凤凰，出在先知，然后直接六兵营，他带白球，这是他前段时间就上昨天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个 PVZ 他自己的理解。15年开始他跟休泰姆有过交手，15年是1-1，15年对1-1交手过一次两次。好像他们交手并不多，两个人历史上交手都不多。哦，他们两个交手的确不多，一五年后面打的比较多。Showtime is going to be going for Stargate more than often, double Oracle, Adept, or whatever it happens to be, but it is at this point going straight into Phoenix. 下面很机智啊，防止速度。哦，一五年的总战绩是4-3 ，Zero 领先。Very often we see the Robo go down, as we do see it down, obviously after the Stargate, as he pretty much always does.But at least once a series, 我就看17年好了，17年比较好。17年一年的话，他们两个打的很多。先知，两个、三个，可以的，差不多差不多。我看了一下 ，Cero 小占优势，肯定还占优势的、啊。小占优势，小占优势，就不多不多，一点点。估计多赢个两三场，不多、啊。我估摸了一下，没有仔细去算，他们总战绩应该是在，估计 Cero 如果是赢10场的话 ，Showtime 至少赢了7场，就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比例。That's a nice way to start your grand finals. Certainly is. Cyril though replenishing those drones, but doing nothing but he's only producing drones. 我看他们的这场比赛，对这场比赛，我觉得关键点其实，我觉得就看 Cyril Showtime 的这个打法了。他上次在昨天的比赛中，他和谁打？他和谁打了？他和那个
那个谁他打成3-2那个他打了两场必须得进来的。对，我跟大家说吧，根据他们两个的这个积分的情况嘛，如果从用数据的办法来预测的话啊，就他有一个软件，他不是可以预测他们两个，就根据他们以往的战绩来预测嘛。啊，4-0 ，Serial 4-0 ，Showtime 的胜那个概率是在14.97%，4-1 22%，4-2 21%，4-3 16%。然后 Serial 如果在这个一个波期的比赛里面要拿下的胜率大概是在75%。那还是从数据上来说还是看好 Serial。对，好，白球好像没什么机会啊。哎，摸加血漂亮。哎呦，不要被戳了，这个戳了就很难打了，死不了。把这个戳了已经输了，这已经不是难打那么简单了。对，说他们看里面啊，比赛历史竟然是24-25，他们两个很接近，他们两个的比赛历史小分是24-25，休泰姆还领先25-24，休泰姆领先一个小分。好，既然君谈Serial 的这个运营啊，相当好，就前期没有打到他任何东西。对，就他们家里面还是在出闪电啊。其实这场比赛你看完，你再看莽爸昨天打 Serial 打了个 Showtime， 你就知道他妈莽爸跟 ZVP 跟 Serial 差多远。对的，莽爸那个 Serial， 莽爸是 Showtime， 只要用那个差加白球一捅，基本上就大裂了。不，这跟打法有关系，还是操作？你看刚才不是也是操作吗？好了，先压一波。没什么机会，这里虽然防得很好。这张地图其实对 Serial 来说有些不利的，是一张神族比较占优的地图，主要矿好开。对，四矿太容易开了，甩掉一个还可以。好了，双方已经进入到一个中期了，各种憋，运营的实力来说的话差不多，就要看中期这个怎么用兵了。对，现在第一排上来就是正常打，用兵好，强的虫族就是用兵好，就看他们在中期神族在猥琐出闪电的情况下，看怎么通过用兵来拉扯神族的防线。对，神族虫族要开始进攻了，还是空投。我看欧美的虫族现在给出的答案就是空投，对吧？大规模的空投，然后双线用地磁带刺蛇狗拉扯，空投能够扯开你的防线，关键是投了地磁进去一埋刺蛇狗再带地磁，你回救其实战损是亏的。对，这个是关键。而且 Serial 可能会打出多线空投地磁，先正面埋一波，正面先给压力，他现在是正面给压力，这地方可以，照出来可以，照出来照的，嘛照出来怎么样了吗？不，照的很好，照出来，走呀，照出来你空投就不好投了呀。对，这是实话，刚才没照出来的空投就比较好投。没有，他在等那个那波刺蛇狗，应该是马上就消失了。应该把这个哎呀，补了一个照，这个补得好。好了，不管了，这只能不管了。对，本来是感觉已经等好了，没机会。修弹防得很好，没有第四，有第四还能投一投。他在等你投下来再上来。好，漂亮，走，防得好，你防得好。没有下面打双线，在双线分兵也没问题。这边正面也没什么问题，虽然防得非常好。Serial两一次拉扯什么都没打到。哎，我怎么感觉完美啊，防守。他那个先知用的太好了。
对，视野一直控着，但休坦姆这边的整个科技也是并没有落后的，嗯，很快啊，这个科技。三本出飞，出大龙，那这边休坦姆转那个风暴，哎，其实就这双方在走流程，其实。That's one of the upsides, right, of opening up with that Stargate. You always have a Stargate out on the map, so the moment you feel like you need to get ready. 好，退一步，等你进军坛，等你进军坛再说。第四就在这个位置吗？要包吗？咦呀，又照出来了。这个照真的烦。包不掉，包不掉这波。他想包，想过包抄，但没什么太多机会。休坦姆应该准备要出风暴了，出风暴或者航母。Sarah 这边在升速埋，你冲路口是冲不下来的，这种地势埋成这样，你怎么可能冲得下来？好，双方在后面绕了一个，截了个后援，两个人打到现在这个局面，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失误，也没破绽。对，上面绕一波查 Sarah 的回防也很快，没问题，没问题。休坦姆在找不到突破的点，军坦太好了，完全没有突破的点。这一波要包，除非是等到那个第四的速埋身，速埋好了，已经好了，已经好了，干了！我靠，直接埋！哇，这个回城吧，回城也得死，回城也得死，只能打，回城也得死。这个包夹，这速埋太他妈凶了，有速埋真的不一样，我感觉。这个真的太他妈凶了，这个包夹也怪休坦姆有点急，对，他太冒进了，刚才那波绝对不能回城，因为回城他没想到对方敢这样包，回城那个地刺至少能戳两轮地刺，那么多地刺，对，下面防多线也很强，全部防住，对，这样的话休坦姆送了一波主力啊，不好打了，在里面只能憋那个，只能憋航母了。闪电打地刺不猛，电不动，电不动。地刺其实血还挺厚的，电不动。但现在这个局面，休坦姆要想办法开出自己五矿、啊。而现在休坦姆很虚，他所有的不朽都没了。这个局面对于这个时间点，对于塞尔来说是个进攻的好时机啊。上面空投了。守不住了，这个没办法。啊，看到航母了。好，妈妈船救命呐、啊！没问题。这妈妈船救命呐、啊！下面，上面应该问题是不大的。下面有闪电，但是哎，一把两把，继续冲！哎，不敢，这个地刺后面太多了。有地刺，有那么多地刺，不敢冲。但下面其实已经挡了很久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退了。Zero 没有必要了，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全倒的。哎，在这边悄悄的偷了大妈妈船，这腐化悄悄上去偷了。但休坦姆还是很稳啊，气还很多。好，上面再绕一波叉，休坦姆不停的在上面绕叉，这没停过，上面一直搞。但 Zero 看他防多线是不是有兵吗？没有，全是孵化，尴尬了。还是绕穿的。外面四蛇回来啊？第四回来，还是绕穿的。刚才，我这速埋的确防这个还是挺好防的。上面基地可能要被强戳戳掉了。好，散一下，直接戳，戳。哎呦，差一点！哎呀，四十，差两刀，对。就两刀的事，掉了，其实休坦姆必须要偷，要想偷东西，先偷一个虚空，可以。他要把天空压住。现在这个航母部队是打不过 Zero， 现在就找机会偷航母。航母不能成型啊，他必须要跟白球这些在一起。好，两把电。那你跟白贼在一起，我去在这个家里面拉撒尿去，对，撒尿。啊，终于找到这个冷静了，但是冷静点解决不了。没点，对，他没操作。对，哎，这个操作，这都在操作，这居然打赢了我。他鸡巴这都在操作。好，下面。
基地压掉，不要你开矿。我怎么感觉 Showtime 还是不好打呀？这局势。这个可以上去撒一波尿了。好，这边感恩虫的戳也是来了，继续。他这个他应该是要戳白球的，有点亏。他感恩虫应该是要戳白球用的。他白球一戳的话，这边可能就冲了。对，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哎呀，被戳成马了！哎，赶虫，赶虫，赶虫！哎，赶虫在干嘛？哎呀，他没操作这波赶虫，定一下跑。兄弟们直接打出来了，这波橄榄虫有点伤啊。他本来是本来如果第一时间球用的，对，本来如果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的话，第一次都死不了。你直接他冲的时候，你直接定住他就好了。对，应该可能是不是在解决上面的那些差啊什么的，有可能是。啊、又来一波差。两线都要守啊，这个橄榄虫没有埋地啊，没埋地，他没深。看他怎么戳，把白球戳了，他肯定是想的是拉开了，已经准备要上了，干了干了干了。来这把闪电戳起来，戳到白球了，戳到了，直接上去秒航母，一个两个，直接啊、哦，航母全倒，航母全倒，航母全倒，几个白球在前面，各种乱摸，好打赢了，打赢了，在家里面遭中了，没事，我拆你一片矿，你就拆我一片矿，我下面有黄金矿的，撒尿直接。解决了一波差就行了。哎，他还没解决吗？没问题，解决肯定能解决。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没问题，没问题。哎，这样的话 ，Showtime 很难打。他天空航母蓄不起来的话，现在只能靠地面。地面他又打不过赤蛇狗地刺，直接被戳了。啊，这很难打了，这个人扔蛋都扔死了，扔蛋带第四就慢慢往前爬，那么多刺蛇狗你怎么打？这个部队数量完全不成正比的，拉一下直接殿中做自己，哎，无所谓了 ，A 上就赢了，扔蛋直接扔在脸上，殿中做自己的，GG，好强，好强，我只能说这场比赛真的好强。他主要他那个后期的科技用的就是那种冲上去戳啊，这种阵型把控都做得很好。这个真的，他的这个操作他还有层次感，就是拉阵型拉得好。我先操作什么，后操作什么，这种层次感真的屌。这样打得很精彩啊，非常精彩，好不好？这样，我觉得这种比赛其实你如果坐在下面看啊，就这种决赛，其实也给就包括下面不是三个中国选手在下面坐着看嘛，嗯，也给他们就蛮大的鼓舞，对不对嘛？就看完之后就很热血沸腾，回家就可能会练得很。我觉得最大的鼓舞就是谁拿了冠军那一刻冲出来。对，我觉得泰姆谁拿了冠军冲出来，在想是不是自己有机会这样去上去干一下。但他这个上去干一下这件事情，要付出非常非常大的努力、啊。那没办法的呀，妈的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凭什么你上去就那个呀？那也是，妈不练凭什么你上去？肯定脑补冠军的呀，这种时候，那想谁获胜冲上去把奖杯一举。然后各种妈的灯光照在一起，这种感觉才叫爽嘛。感谢一风森林的一个高级酬勤啊，感谢。嗯，好了，第二场来了。我们看下重点位，地图上方的两种方向就是蓝色的神主选手 Showtime。
这现场坐满了。地图下方的七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虫族选手 Serial。Serial is being revered almost by the pro scene. It's like he's a deity.这场比赛说战不能再输了，再输就难打了。其实这个图对于神族来说也是挺好打的，因为他的防守比较好，对，矿比较每个地方都有岩石。上因为上次我们打鸡哥的时候，我就预感到就很难冲进去，感觉又绕都有路口，然后对他只要在那边防守，然后也比较好开。开完了之后，他只要开三 G 开起来，他四 G D 上去，对不对嘛？上去就是黄金矿，对，开出来就好打了。各种干扰。Absolutely, nothing better than that, and it'd be a massive win as well. I mean, it was Nurture back in the day, and this time, Serral has sort of taken that place as the scariest Zerg in Europe. And we are seeing just a little bit of scouting here from Showtime, a little bit of dancing micro here with the probe trying to deny a patch, but of course... 说实话有点烦，这个干扰真有点烦。It's funny as well, this is one of these things, it doesn't do much, but it is kind of annoying if you see that your opponent is tryharding so hard, and you look at your workers, and every single time they're supposed to mine, they bounce to another patch,But people wonder what is Showtime doing there exactly. Showtime 应该还是 VS 的开局，因为他的这个 PVZ 的变化并不多。对，基本上就这么一套战术。其实他就那种属于那种一套战术，我打到，但是每个细节我都知道怎么变化也很多。对，就是我们跟茂神说的那样，就是你。但我跟你说 ，Showtime 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进攻手段。对。他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不是他能守出四矿，能守出闪电、妈妈船，甚至航母，但问题是他攻不出去。就他还是希望虫族来打他的，然后他依靠自己防守，然后用闪电来吃这个战损便宜。对，然后再打出去，这可能是修坦比较喜欢的。这盘是直接先提房子速度，什么意思啊？他都先提房子速度，刚才那盘也是提房子速度。先提房子速度，先侦查一下，求稳啊！但他狗包的很多哎。没有两个使徒们是要抱这些狗的呀？毛还抱的有点多了，这个狗。那还行，十条狗吧，大概。不止。狗包的多点嘛，压一下三矿，加三基地了，直接去。他要吃这两个，果然是。我就想他怎么出那么多。哎、但修坦姆这反应很快，很滑呀，这个。不给你包了，很滑呀，这个。漂亮，这波操作帅啊！稍微反应慢点，可能就被包了。这波，修坦那个 Serial 亏了。很滑，这个时候。他至少少做了大概三四个农民。对。啊、不过也还行，先知第一波没出到东西，一个都没出到。房子怪二次侦查，对他要确认你的科技。Yeah, that was a spore as well, and of course the Oracle already took a little bit of damage. You don't want to start off game two after losing game one with losing. But Sarah 那个二本也还行啊，进度，不是那种极限二本。补了波农民的二本。So Showtime's build here, robotics facility, forge, and Twilight Council going down.Expecting resonating glaives here. That's quite a few zerg. 好，开三矿，还是一样的开局。他开局其实比较固定，比较固定。修特姆有个特点，就是他的 BF 非常早。BF 非常早，这是他一个运营的特点。对，一般来说的话，你的 BF 应该是你三 GD 点下的时候再下 BF。但这盘他的 VT 是不是有点慢呢、啊、？VT 有点慢。闪电很慢啊，这盘。我怎么感觉，哎，这个二次侦查看到冷静的，他应该是想直接投一波哨兵过去占便宜的。我们看一下，
本来是想占便宜的，应该，但被二次侦查到了。好，兵补起来。并不是哨兵啊，还是使徒吧。两个使徒。I think it's safe to say that game one, really、其实防守速度其实对于虫族来说也是好，你看他，你看现在视野开得非常快，就关键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这个军坦太快了。Sero 的这个细节做得相当好，所有的地图啊，基本上一半地都被打开了。对。往回飞回来偷农民可以，对的，一个二三个三还可以，四个了五个、哎、还行啊，五个了。好，搞你一波，自己三 D 裂开起来了。走，这无所谓，这种都是大家互相搞一下，反正就把自己闪电拖出来。现在其实神族拖出闪电的这个手段还是挺多的。对，那这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好像熊猫人吧。Zero 反复的不停的在用房子侦查、啊、他确认你的科技。还是把三 D 地拖起来了。看到三本了，看到三本，这个很重要。这三本好快啊！他还是那个速埋第四的打法。把速埋第四打法打正面真心猛。对，第四首先不怕。他不怕电，不怕电，比毒爆好。只要贴下去了，他速埋，只要埋下去。他现在欧洲神族所有的概念就是我用地刺来代替毒爆。对，欧洲虫族，欧洲虫族，欧洲虫族，对，用地刺来代替毒爆。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在三本好的时候，你只要地刺的那个速埋升完正面比有毒爆要猛，因为毒爆太怕闪电了。这个理解我觉得比韩国的这些要先进，已经要先进了。韩国的还在打次元狗毒爆吗？对，是他们还是一样的，就是先把闪电拖出来再说。好，又是空投。That's ridiculous. Do you know how hard it becomes for Showtime to find an opening with his warp prism? He's always flying. This is that scouting. 我看他们今年这个比赛，我感觉有机会掀翻韩国人、啊。有机会。他们的理解已经很领先了。对，就韩国选手还是在打去年那套。对，韩国选手还是在拼基本功嘛，次热狗毒吧，对，拼节奏。欧洲选手现在在这种理解上面来说，就想的很多。啊，还是空投。这种空投在韩国的比赛里面是看不到的。我们最近转播了好多韩国比赛，都没看到这样的。都是很简单的四个狗毒爆拼正面。我们用这套理解去跟鸡哥打，我觉得我们很有机会啊，可以打打。回城，对，回城，对，回一半。回城他就走啊，反正你留不住天空。哎呀，差一点，差一点。你现在不会出大量追猎的呀，你留不住这波兵。对。It just takes a little while. Hopefully everything can fit through. Sometimes Archons can be a little bit clumsy, but that wasn't Serral's entire army. Now Serral's gonna try to get a good position for himself somewhere with Lurkers as well. Has to be careful though. Digging claws, Lurkers. They can get out of there if the spike was badly. 投回来。这个投肯定没有机会了，就看正面这一拳了。他已经卡住位置了。我有种感觉要打正面了。没有，他还是在绕。哎呦，这几个陷阱放非常好，第一次埋下去冲，没办法冲，埋的真的快，速埋第一次是有点两边在打，哎呦，这个位置被卡住了，很烦呐、啊，这个位置。
我怎么有点感觉这个多线要被蹭进去了的？对，感觉有点忙不过来。又来，但是这边还有防守。哎呀，这八个自责，亏了。正面再蹭，正面，正面了。这个还是缺少一波刺蛇，现在还在继续偷啊，变了个地刺。哎，我一个地刺没有 OB 吧？但是我也可以，哎、还不如，哎呀，全倒。等于家里面这四川兵什么都没打到，两个人各种在打双线。其实，在打这种双线的时候，闪电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有优势。对，移动战。闪电这种不单位是你要各种过来打我，然后你往前面是 A， 然后我这边往后面退。哎、上面互相吃了对方一波兵。闪电那个肯定没了，这个第四肯定没了，但是他互相吃了一波兵啊。打得很缠绵啊，双方。但他也不敢深入吧，深入要被包吧，这个位置。没有第四了，我觉得应该先还是要被包了，要被包了。哎呀，被包了！哎，包上去，刚才是可以包上去。他往上跑，可以往上跑。风暴已经憋出来了。不，你只要不出大龙，其实风暴还好，没你想象中那么猛。直接正面，这风暴打起来猛的一逼，好不好？哎，这我感觉有点要穿的感觉、啊。打穿了，风暴出早了，没闪电呢。风暴出早了，啊、回身，他以为对方出大龙了，估计是直接下来妈妈传。哎呦，妈妈传很重要。甩，没照出来。妈妈船在哪里？先隐形。妈妈船后面包了一波边，哎、包了几个叉。那妈妈船有点站不住啊，这样。血战呐、啊，这波。风暴其实这个时候占便宜还是占的很多。对。闪电，两个闪电。哎，电了吧，电了吧，对，电。再来一把。啊，分了一下。哎呀，这拉的。漂亮。好，先把这里打开。修弹不知不觉就把五 G 地开起来了，但正面先入还在不停的给压力，打得好激烈啊！两个人怎么在 A 自己的那个？妈的，急了，没注意，所有注意力在正面。四矿又要招，四矿这边三个又是一波部队 A 过去，打急了。现在被 Sarah 多线牵扯的有点忙不过来了。这个协同真的好。死了呀，这 CD 掉了。想隐形没隐下来。这怎么办？这个局势很难打了。不好弄了呀，这个。这就被蟑螂刺蛇这样拉着拉着就拉扯到。主矿已经干了，二矿也差不多了，你没四矿，你的经济待会儿就完全跟不上。我觉得修他们要找个机会打出去了，被 Sero 这样压着打真的是。现在的这些，你没发现 Sero 这种虫族，他就进攻手段很多，导致你现在防不住。就其实就守不住，你这样打。不，这就是强呀。对，这就是强，没别的。进攻手段太多了。哎呦，这两把电，换得起、啊。这把电的还有点猛。现在需要的，哎，不错，这个分兵分得好。现在对于那个 Sero 来说，就是有可能会被一波憋死啊。Sero 现在就不哎来了，没有白球，一把闪电往回退，风暴秒了一个第二把电，风暴，第三把白球用不出来，第四把航母也倒了，妈妈说感觉要倒，第五把电，地面倒还是问题不大，但天空怎么办？天空没闪电了，再来一把。天空全部会换完了，刚刚好给你换光，输了，这个天空被换耗不过了。他最强势的就是这个天空这一波，千辛万难，终于是憋出了一波天空，还是被换完了，还能杀掉，刚刚把你的换光。
真的进攻手段太多了，你妈在家里面被人摁着爆锤。这盘 Showtime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对啊，就全场被摁在家里面啊，没有进攻手段，对方的进攻手段又太丰富了。死了死了死了，已经死，这波次赛已经无敌了，无敌了，已经无敌了，站住了。GG 二比零，打得好，真打得好，进攻太快了。这就是现在欧洲飞韩，应该飞韩最强的虫族，没有之一啊，最强虫族。他的打法，包括他对 ZVP 中期、他来韩国吗？他好像不来，他上次来过住了一个月，感觉也就这样了呢。对啊，他就回去了。逆不反正会来的，我问问他来不来，他来嘛，多约他打打呀。对啊，我就这个意思啊。到时候问问他，他来的话嘛，我们就那个做比赛都叫他搞起啊。对啊。啊、不过看他这张脸，感觉也不像是缺钱的人。我靠，切，你不觉得吗？对，你说的没错。Once again, one of the new maps, also a map where we've already seen that Dropaloid play can be very, very effective because you sort of have a pocket third base that's hard to defend if units somehow show up. And in PVZ, we thought we never had to worry about that, but with all these overlords morphing into Dropaloids, that's gotta be. 好好不爽啊！这种开那么强。I mean, both games have been good. Both games have been competitive. 不，我就觉得他进攻手段一直在 A。不，这个是对，这个就是强。我跟你说，这就是强。他肯定跟别人对练的很刻苦，然后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你的兵怎么被拉扯，知道在这个时候该怎么打。他肯定是这样子的，不然的话靠自己打天梯你不可能打出来的。你们就算再有天赋也不可能的。对，他就知道怎么进攻，这倒是真的。这就是强，就像以前岩心机的时候。就更你这边空投一波侧面，然后就打去打别人矿了，去骚扰了，都这样子打的呀。他小黑，小黑要吊打 Cero， 我未必啊，我告诉你。你们想多了，小黑未必打得过 Cero。我跟你说，韩国选手现在打像 Cero 这样的选手，你知道要怎么打吗？肯定是中间一个 timing 掐死，就是打极限一波掐死，因为打后期未必打得过的呀。打后期你让把本直接来打后期未必打得过他，可能就是那种比如说中间有一个 timing， 就欧洲选手抓不住，对不对嘛？就 Showtime 抓不住这种 timing， 韩国选手抓得住，一波就直接摁死。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场比赛啊。这 Showtime 已经很难打了，这盘再输不会被四比零吧？这盘输多半要被四比零。Showtime 就是前，就是中期不会压，你知道吗？对，不是中期不会压，他永远都是等着别人来打，对，他是防守型选手。他的有点像以前的法国那个 PG 抓口，就运营都很好，比他会压，他不太会压。对，我觉得我说运营都很好，然后都能憋出闪电，对吧？慢慢传，被打闷掉了。打得太中规中矩了，那怎么办嘛？肯定打不过下巴，你把下巴的 PVZ， 下巴 PVZ， 你把全世界有几个虫族敢说一定打得过他吗？我只能说他们两个有一战之力，下巴占优势，下巴还占优势，下巴你妈，我告诉你，针对起来有点凶，我跟你说，不，他未必能针对到 Serial， 我觉得，因为 Serial 他不了解。哎呀，他下次来韩国，我们多约韩国人跟他打打表演赛，大家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他当然他要来得了韩国的呀。他如果来韩国打 GS 什么，我们多约他打打比赛就好了。他不可能来韩国打 GS 的，我觉得。有可能的，这有什么不可能？他来了，我们就约他过来打嘛。Cyril still has four, so very comfortable position here in this grand final with the WCS. I absolutely do not think that all hope is lost. 法神 PT Drago， 其实法国以前那个叫什么来着？还有个法神，最早的那代第一代法神。
那哥们儿后来跑路了，那个被 life 你妈的十分钟打爆就跑路了，那个谁啊？我有点忘了，我也忘记了个叫什么了，法神 PD Drago 法虫你妈的 Stefano 你妈法人周迪，我跟你说，星际你们这些他妈太他妈搞哦，六博对六啊六博，星际世界中对不对？有过多少猛将，现在都已经随风而去了。妈，我现在跟你们说，南泥蛙，你们还会记得这个人吗？你们肯定记不得了。对，南泥蛙也不知道去哪里，对不对吗？法人都是打不动了。对，他们中间有些人去转型打其他项目去了，包括你像那个 Marino 的，就当时跑去打那个去打守望去了嘛。然后去了发现是个巨坑又跑回来打，但是这个时候你回来再打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机会不大了。是啊，霍克现在在北美的一家电竞俱乐部里面当高层，霍克那个俱乐部好像就搞 OWL 的。霍克也很久 没有打了吗？对，韩国有一帮选手是因为回去打星际一去了。对，不还是星际二打不出来，说白了星际二打不出来，然后如果星际二打得出来他绝壁不会回去打星际一的。对，然后回去打星际一，星际一的那个他们打直播嘛也能挣不少钱，对，就回去打直播去了。然后星际一在韩国还有点比赛，两架凤凰来防你的这个蓝牙凤凰拳。这边我们看一下 Serial 这个提供狗他怎么打。哎， Showtime 这套打法我就觉得万一啊 Serial 就不让你开三框你怎么办？他这个图啊，这个图可以开三框，这图强行开的。嗯，万一 Serial 狗毒爆一波怎么办啊？这是不是修弹幕绝逼想不到？对，这种事情只有什么像 Life 这种会做的。对， Life 比 Zero 还要狠，经常会打这种极限 Rush 的。Showtime 的这套打法就从来没考虑过虫族会打狗子包一波。不他肯定考虑过的，你妈的怎么可能没考虑？他肯定有自己的细节来判断的， 你相信我，他怎么可能不考虑嘛？他唯一有的细节我觉得就是他凤凰各种在地图上绕。对啊，他肯定做了一些细节的。这要很稳，两个防空你这样的占不到便宜。你还记得昨天那个莽霸吗？被他凤凰你妈搞两下就搞得打不来了，我操！莽霸就不说了。And it is going to be Colossus play for Showtime with those Phoenixes, a very very old school unit composition. 好，出巨像换个打法。From Showtime, and on paper, 也对啊，一个反攻真的没有什么压迫力。这张图他就是凤凰巨像的。没有，这真的使出浑身解数了。巨像要是都打不赢，那就没什么好说了。巨像这个单位，其实我觉得现在在 PvP 的对抗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猛的一个单位。对。这边什么嘛？蟑螂狗毒爆呢？他也在换战术，两个人都在换。凤凰感觉没什么机会啊，这两个防空啦。这个凤凰防的就你就看昨天莽霸防的跟今天 Serial 防就完全两个差距，完全不一样防的。
现在防得很好，死肯定要死一点张，那个农民，但是防得已经非常不错了，一直在限制你的凤凰数量。好，巨像光束流，巨像带虚空。Zero 什么 ？Zero 是那个呀 ，Snoot 流啊。怎么感觉像 Snoot 流吗？有点像 Snoot 流，但它是三本。对，多一个三本的科技。哎呦，火眼金睛啊！可以可以，比他们前战旗这个火眼金睛靠谱多了。哎，前战旗就是个瞎子。This is looking like a bit more of a regular Protoss army, of course, with the Colossi eye being the extra splash damage part of it before the Templar tech is rounded out. I feel like there's something bugging out in the main base of Showtime, no? Did I just see like probes? 好，这个也算憋起来了。凤凰把你处理差不多了，现在开始可以空各种空投那个毒爆了。这波只要投进去两攻的毒爆，就直接强秒那个农民的。对。反军坦好嘛，我五方也开起来了。他不会转牛吧？他转牛了。用牛打呀？这妈这是什么理解？把他先看一眼，看看空投毒爆能不能占到便宜。感觉有点难啊。我觉得也有点难，这种没道理的。感谢普通 F 九幺的一个飞机。妈的，普通 F 九又来了。好，绕一下狗。哎，为什么普通 F 九现在都那么晚来嘛？他搞毛啊？他在？人也很忙，天工作很忙呀。哎呦，有五个农民。这边来了，好来了，扭转出来，就该操作这波。这波我感觉要被包场打呀，立场不多啊，我感觉不敢打，要回去，他就扫一波军坦。这没几个兵啊，上军坦直接被包成马。哎，我怎么有种感觉，这个休坦待会儿又要被干呢？感觉要被包个圆。这个局是牛只要出来就很难弄。有反，先跑。你还敢到这个地方？你敢到来？你想多了，兄弟！哎呀，这兄弟！好了，回城也没用了，回城也没用。打你妈！这种上军坦，回城也没用。哎，他在想什么？他怎么会上军坦？我没看懂啊，这么点货，这种上军坦直接被滚成马了。好了，来了，你三个虚空，往脸上打好了，干嘛了？你垫好了，你随便你垫，砸不死你。那先砸死他，你这个有点过。后面再来一波毒爆 ，Zero 已经不把他当人了。这三个虚空已经输出爆炸了，已经。还是炸？哎，还好，还行。这波有点不把他当人，是真的。对。刚才他如果把所有的气全部按成毒爆，我估计也打穿。哎，这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转刺蛇，不该转成腐化这种东西。其实我想想，还是逆步进决赛可能会好看一点。对，修坦姆有点打不过谁。哎，这种东西没有什么谁进决赛好看点的说法，妈人家靠实力打出来的，你这种 PVP 我赢的，没什么好讲的，对吧？对啊。你说修他们打得不好吗？我也没觉得他打得哪里不好，就我就是觉得如果是逆不进来可能打对攻会好看一点。好了，又这面狗换了一换，侧面毒爆滚过来，这反应其实已经挺快了。修坦姆给我的感觉就是，哎，有点憋屈，你知道吗？你妈被人摁在家里面一直锤。不，他没有进攻。他的风格就是 他的风格就是你妈被人摁在家里锤。他的风格，你妈的，有这种风格其实有点屈辱。你不觉得吗？他就被人摁在家里锤。女王走上来，女王待会儿就来处理你一些虚空。
But if he defends this one, he finds himself in amazing shape. Oh, I like this play from Sterling. 女皇都到了，军团也在上面扑了。这你妈真的不把别人当人的呀？直接从脸上要蹲过去。他优势很大，现在他觉得。是的呀，他也不想让你憋，就跟你换。穿一波狗进去，但我告诉你，这波如果乱来的话还不好说。加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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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血！这牛已经无敌了。这后面还有那么多的女王。这你妈！但是这波你上去是不是过了点啊？凶啊，这个！家里面也没打到什么东西。你妈的一波反盖干死你！这个虚空有点什么干死说说的。他有那么多女王，你虚空打不过的。继续开五矿呀、啊！不把他当人就继续开五矿。这时候如果说有一波空投，直接投到三矿牛狗，不要多，一头牛二十条狗，那就精彩了。对，哎呀，摆大巴摆起来，没有什么丢人的，只要赢了就行，摆大巴走起。想想足坛切尔西，想想意大利，你妈意大利也是拿了那么多届世界杯冠军的，切尔西也拿过欧冠的，不丢人，摆起来。我是感觉 ，Sara 虽然现在还是优势，但是这么送下去不行啊。是的呀，大巴摆起来呀，一比零主义。This time an escort is going to take a lot of damage, and that's actually quite sad because it finally had plus one air weapons on the way. That was the one thing I feel that Chilton was kind of lacking. He doesn't have the air upgrade yet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ave. 好，侧面再绕一波狗，把你矿打了，漂亮。这进攻手段真的太丰富了。他永远知道自己该怎么进攻。对，这个五矿其实 Sarah 知道，这个五矿如果你开起来了 ，Sarah 就很难打了。I mean, Showtime's got a powerful army, but the top thing is that he doesn't really have anything to apply economic. 说真的，真的兵真的不多。哎，这个大巴摆起来，说不定把 Zero 摆死了。真的兵真的不多。哎呦，哎呦，第二把电，第三把隐形，妈的，干死你！哎，我觉得休坦姆慢慢的憋起来了，这个部队成型了。那么你虚空，你腐化也打不过这波虚空。现在需要飞蛇呀！没造，他还在造腐化。有飞蛇，这个局面先把妈妈船勾了，然后你还有的打，你想勾什么勾什么。对对对，飞蛇出来之后，你把妈妈船搞了就好打了。Void Rays tend to clump up a lot, so Fungo is incredibly effective against Void Rays. And if Serral doesn't get a proper end against these Void Rays, Serral 现在也很无奈，他有点找不到进攻的办法。对呀、啊，大巴摆起来呀、啊，不好看管不好看啊，先拿回一分啊。关键还是这个妈妈船，这个妈妈船真的有点猛，太硬了，是。你分兵的我也不怕的，老子有白球。好了，要强来了，要硬来了，说、哎、一把电，哇、哦，这一把电花要倒光了。这几个虚空简直充能完之后简直无敌。分了一个牛进去，但没什么用，我继续守。为了胜利不管了、啊、牛还搁这还有点搁不动，我操，有个那个电池是有点搁不动。好了，开始转那个感染虫了，直接要戳了。好了，这波送完之后其实 Sarah 没有什么优势，没优势了，守起来了。 Sarah 再冲不下来了，再冲不下来要输，因为没矿了，他下面所有矿都开了。你总不可能开别人上面的矿吧？干嘛？当一定要开的时候也没办法了。好了，最后一拳，这拳他一定要冲，他不能让你成型，成型他就输了。说他们的确打得有点憋屈。不管呀，干嘛？想想切尔西，我再说一次，0-1，哦，1-0不是赢呐。
对不对嘛？赢就好了呀，干嘛是不好看呀？是一定要好看吗？这个游戏？就像橄榄虫了呀，待会控制啊，看能不能控到妈妈船。能不能戳一波，戳妈妈船，戳白球，先直接打出来，在这个这个地方打有点不智吧？这个有点过了。哎呀呀呀呀呀！哎呀，电了吧？没事，没有戳。先，我觉得 Sierra 有个问题，就是打用个橄榄虫，他不喜欢埋地，对吧？不埋地戳，他有埋地的，他可能觉得他阵型把控的好。不，你如果说不埋地戳的话，就算你戳到了，我直接把虚空墙把你那个墙秒了就好了。如果休坦姆联手四局就靠这种你妈盘盘的，不可能。如果这样赢的话，会不会成为星际争霸历史上一个妈非常经典的防守反击战呢？不可能的，这件事情不可能的。他妈都没有反击，就防守战。好了，又来了，戳一个，戳白球，顶过闪电，爆掉了！但是孵化，白球还在，你这进不去这个地方。刚才摸闪电摸的有点漂亮啊！对他直接控了一个白球，直接把闪电给他摸了。好了，这波机会来了，机会来了。现在最后一波钱用完了，现在全部输成牛和腐化要搏命的。不急啊，缩回来呀！我为什么要打你嘛？对的，冷静呐、啊，这个时候分波差去。对啊，冷静呐、啊！都守了全场了，我为什么要攻出来嘛？已经89分钟了，89分钟，你马上你妈的1-0领先，为什么要攻出去？我就不出来，老子继续开挂。0-0，好不好？0-0的，老子就不出来，凭什么要攻出来嘛？他没飞蛇真的太二了，飞蛇大龙其实都可以。其实天空的力量真的没多少啊，其实真的呀，0-0，不要出门，89分钟了，守了全场了，已经等点球了，已经屈辱了全场了，你拼点球呀，对吧？拼点球，拼谁失误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矿了，那个虫族下面都把踩完了，就只能开你右边的矿，你继续往右边开就好了，反正他肯定要冲你的最后。老子就不出来这个地方，开始修电池啊，对不对嘛？我就横着过来把电池先修了，你看地堡插起来、真的没飞蛇，我觉得有飞蛇赛要赢了。干嘛？谁叫你没飞蛇的？老子就不出门的。没事，下面白球，你就换一换，好，吐一下，吐，把这个吐了。白球呢？这肯定吐了。没不敢，那么多，他有点虚，他也不知道对方有多少兵，不敢。真的呀，这个时候就把什么电池啊这些修起来呀，不出门的呀。防守面积越来越大了，妈妈船怎么不动啊？妈妈船在这里要被偷啊！一会儿，妈妈船，关键是妈妈船偷了。其实偷了之后，我觉得就没那么烦了。偷了妈妈船，变波大龙。我感觉 Sarah 有点急了，现在开始是有点急。他有点急了。不过我告诉你 ，Sarah 有。6000的钱，3000的对钱还是存的太多了。我觉得还是 Sierra 要赢，对他能送得起。存款太多了，而且你这样横着开出去，防守面积会越来越大。对，休泰姆打的还是太软了，其实。但这波牛送不起啊，还是不要乱。有什么送不起的？你自己看有多少钱。啊，也是，但右边的矿他不要你开。右边的矿其实。继续摆大巴，我觉得放个引刀塔，这个时候有时候引刀起奇效。对，放个引刀塔，你被左右拆的时候，有一个引刀，有时候真的起奇。妈妈船啊！闪电！有毛用啊！闪电！哇、
这妈妈团被打啦，号码号码大家号码把打得好紧啊，这场比赛球老先来我考上 WIBC 的一个火箭啊，谢谢你谢谢你，虽然我不知道 WIBC 是什么。我们里面二五仔怎么考的东西都很奇怪啊，再让波擦去打，这局势还说不起说不好，但我觉得打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 Sarah 是有点优势的，因为他有钱，有钱就有优势。其实重组钱多只是因为那个、Showtime 这个我总感觉他就他的，如果这种部队啊没跟白球会合在一起就很虚，你知道吗？腐化再冲上来一波 A 你就没了。重组有钱是因为他满人口很久了，对，他没地方花嘛，满人口很久了。好，再吐撒娇、这个瞬间就秒了，就一瞬间，不可能不可能守守不住，守不住守不住，一瞬间就秒了。干嘛？你以为你的航母回来就能救呢？航母回来打一波呀，没白球给你打一波呀，一起给你干了航母回来。是啊，感谢申请博士求老先保佑的一个飞机，火箭火箭、哦、火箭火箭火箭，我们这里面好多博士啊，我靠、嗯、前两天还有个什么什么博士后的什么什么的，你们天天看星际，你们考得上博士吗？没 face 啊，有 face 这些虚空全废。哎呦哎呦，两个都不能轻举妄动。现在虽然 Zero 很多钱，但是四千多的气也不足以让他浪费很多次这个很多次东西的。昨天我们就这两边关开出来，慢慢的他的钱就追上来了。好，继续开。哎呀，没事没事，你吐你吐你吐，反正老子现在就守，对不对嘛？你吐好了，我就修地堡的，我就修地堡，我就防守的，随便你怎么打。Sarah 有现在有几个点，要么就是直接挥军把他妈把 Sarah 已经家里面，你现在看看 Sarah 的钱涨的已经很慢了。对，你要么就直接把那个 Showtime 的家里面搞了。哎，这三个要跑。凤凰看到了，凤凰看到了。你进来打这三个你也不赚的呀。他现在把你飞机上吐了呀，干嘛？来吧，来吧。这个不敢了，这个不敢了，这个你是哥。来吧，甩呀，来甩呀。算了呀。妈，谁是哥？这个有点凶。这充能你妈的一冲上去，感觉粗又长啊，18个感染虫。他还没，就他打的其实也有点，就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清晰。这时候，对，不，现在很简单，我就在家里面守着就好了。他其实真的应该出点飞蛇，出两三个飞蛇，直接把这波拖，你不管是拖还是雾，你定住了雾，这种东西都威力很大。他又不是操作不过来。他可能觉得用感染虫可能效果更好一点，不想失误，我估计是这样的，因为再加一个飞蛇有什么失误的吗？我这一起操作的时候，它层次感很大。你先去操作，你先去炸，你把那个先去雾几下，先去雾几下。对啊，雾几下之后你就无敌了呀。一会儿看他感染虫到底扔弹还是干嘛，但扔弹没用啊，20个感染虫，肯定只能那个控啊。把白球控了就可以上了。对，白球摸这个虚空也很凶啊。蛋主要是不继承攻防了，现在以前继承攻防的时候狗蛋还是很厉害的。不这个蛋还是猛，对空有点扭。相对以前来说啊，就以前继承攻防的时候蛋都可以打正面的。好了 ，Showtime 已经全部三攻三防。我感觉这张打完之后，他们要休息三分钟。你相信我。
绝对要休息的，这个有点。这场打完估计要休息三分钟。It's just awesome. And against the lesser Zerg player, Maynard, that meant that you won the game. But against Cyril, that's apparently where the game just continues. 怎么进攻呢？他妈这大巴摆起来了，不只能慢慢的往前面走呀，那怎么办？现在已经是120分钟结束了，开始罚点球了，两个人。罚点球了 ，Cyril 肯定要先上，他肯定要先上。感谢小袁赐名的 QCC 的一个飞机啊。感谢感谢，啊，小袁赐名那么多，赛尔肯定要先打。我告诉你，他不出手的话，这个矿如果这么被踩下去的话，他就输了，很难弄了。对啊，对方的钱越憋越多。加时赛已经结束了，现在在罚点球好吗？谁都不容有失。先看谁失误。哎呦，这防空我不打呀，我走了。我为什么要打防空？我要换一个地方出。先扔点弹，保证自己有点对空。感谢这个球老先奶 N2 被阻隔的一个飞机啊。这什么东西啊？ N2 被阻隔是什么？好了，猜猜猜猜猜，猜不动呀，两边一起猜。那又怎么样嘛？你现在拆这点东西没用了，要被耗死了，这摆大巴摆赢了呀。不，我还是觉得 Cyril 能赢。为什么嘛？为什么就这波？这波很难赢，这波还是弹全部丢了呀，弹。那么上面你以为这些电池啊这些地堡不假的呢，还是很凶的好不好。 Cyril 忍不住要冲了，好像我们还是没飞射，还是没飞射，没有飞射啊，他没出飞射。你要不先打一边，对不对？犹豫不决真的。好，混到两个二五再进去、啊、混到两个二五再进去，直接先把视野先开了。这两个二五再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很重要啊，这两个。啊，这个地堡在爬，好，再继续往前爬。对的，我们就爬地堡，先爬上去，稳着来。就缺飞蛇的呀，飞蛇不然的话拉各种拉，先把妈妈船拉了。就看最后决战这一拳了，很有可能是打下来要决战，这个已经出到这个点要决战了。我靠，弹先扔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最后打成那个，很有可能就觉得就一边剩很多兵，重组一个失误就 GG。 我跟你说，他有买回的机会。对，还有10000多块钱，6000多起嘛。好，从这边来。哎，能不能偷？哎，不行。这个反攻死的还是有点伤的。来了，兵临城下来，要决战了。中什么？弹齐连，直接先扔弹。弹齐连，全部扔掉弹。老子干死，老子要弹王。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说了，加速键盘用起来。干死你！加速键盘用起来，甩弹，甩死他。第一把，对，再垫，继续，哦哟，再垫又垫住了，重来，快走，不要打，继续垫，再垫，再垫，定的有点少，定住了，但现在还差一把垫，该定啊，继续啊，定，
赢了！我靠，这都打赢了！赢了！这都打赢了！我靠，老子看不懂了这个游戏。不，该赢！我要该赢。他那不这波操作好不好？好不好？这波操作太猛了。不是他在飞，你看到没有？他的腐化一直在甩的同时还在定，还在扣。对，这波操作太好了。主要就是那几把定，大概三 把真的太好了，这个操作。对，把所有的这个虚空都定成红血了，然后又控了虚空再点航母。这个操作真的太好了，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打过重组都知道他的选位选的有多好，那个腐化的拉扯拉的有多夸张。关键是很繁琐这个操作。一般人上 A 上去，你就感觉可能成族一个兵都没死，你就倒了。好了，机器了，这个没打了，这服气了，这种你妈的有什么好讲的吗？这个后期，你妈大巴都妈摆打烂的，我操，让你摆大巴，我靠，摆了全场大巴。不，这个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普通重组操作的出来的，全世界我告诉你。不，你错了，不是什么，不要说普通重组，这个只有顶级重组才能操作出来。顶级重组都未必能够操作那么好，全世界不超过三个人能打赢这波。我觉得只有 Duck 书本都操作不出来，你信不信？只有 Duck Rogue 加他，只有这三个人后期有 Rogue 有点后 Rogue 的打法跟他不一样，但是那么大的一个操作链上面，全世界只有三个人操作。好了呀。这种局面他回去变波大龙不就结束了吗？哎、赢了 A 上去就赢了， A 上去赢了就最后这波。这一波操作我叫大可是操作的出来的，我承认的，对不对嘛？肉哥有点吃力，什么书本缩了就不要说了，是 A 上去他妈可能就全倒，我跟你说缩了就算了，缩了就缩了，书本这种 A 上去我跟你说他妈可能打完神族还剩150人口。好了，这波大龙变出来就无敌了，真的是无敌。妈，我们不是吹，我跟你说，你自己打重组，你知道这波操作压力有多大。在我们的世界里面，这波打这波神族就是你妈的输不了，因为我们操作不来。不是输不了，是我跟你说，这波上去你就感觉神族他妈兵都没怎么死，你就没了。对的，兵都没怎么死，经常是这样的。啊，这把太猛了，赛尔真太猛了。我不是看不起书本，书本绝壁操作不了那么好，最后这波。啊，造出来更加绝望、这个、那么多大龙，那、啊、你不造出来你还好一点，造出来更加绝望。这盘无话可说，我只能说，这后期刚才那下太夸张了。我靠，修泰姆他妈也不管了，控了呀，你近身我就控。怎么用弹挡路口？就在秀了吧，这个弹，这个已经在秀了，控了，随便 A 了，已经在秀了。秀弹幕估计打绝望了，就是这场绝对打绝望。GG3-0，秀弹幕尽力了呀，秀弹幕。对，不，真的尽力了。这我不得不说，刚才我再跟大家分析一下，刚才他那个操作有多么夸张。他那波腐化一直在甩那个对方的那个虚空，虚空冲着他就往后跑，然后一直在甩，然后他要定，他还在控，对不对？还要加血，对啊，这几个操作真的很难。打崩了呀！我跟你说，心态这场比赛打完，休泰姆满脑子都是绝望，他已经打出他最强防守了。都拖到点球了，你们罚不赢，那说个毛啊！啊，直接开始啊！那么凶啊，他们连选手休息的时间都不给啊！应该休了吧？这不那个吗？啊，休了，休息休息一下吧，这个三分钟吧，我们这个一定要休息一下。我们都有点累，休三分钟吧，休三分钟，三分钟，这个、这招不出这个他妈，这个打完真的要休息三分钟。太猛了，这个真太猛了！妈的，杰克，好你的。感谢求老仙申请博士求老仙保佑的一个飞机和普通 F 九的飞机。啊，这种，真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些操作的虫族，全是不超过三个呀、啊！我跟你说，真的太少了。
后期这个操作太强了。不信你过两天你等那些中国的职业选手来了你去。我不是看不起中国选手，这个操作中国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操作出来。我说你去问问他们这个操作有多难。我们两个说可能你们两个觉得我们吹牛逼，你去问问那些职业选手他们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我都不说了什么 IA 啊小明啊这些上去，你妈的这 Showtime 至少剩150人口，这波上去至少剩150人口，可兵都不怎么死。没有，这个细节操作真的挺难的，说真的真的难啊。这个这场有点精彩，我真的说。哎，如果我有这种操作就好了。虽然我知道不可能。我们也休息会儿，休息一分钟啊，一分钟，休息一分钟。哎，妈个蛋的！哎，他们说狗那个继承工坊改回来了。什么继承工坊改回来了吗？他们说那个感染虫继承工坊就是带。不是，这个继承工坊改回应该是下个版本改的吧，这个版本应该还没改吧。不是，他们说改回来，早就改回来了。改回来了吗？那不是狗蛋又可以用了。 那狗蛋那不是又可以用了吗？对啊，改回来了吗？我这个 到我们倒真不知道。以前不是有段时间狗蛋大家都在用的时候就不知就改回来大家就不用了吗？嗯，什么时候改回来的？我操！啊，真还不知道，真还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因为这个战术大家也不用了。哎 ，Sara， 我希望 Sara 能够去韩国去参加几次 GS 呀、啊。对，拼一枪，看看成色。他早就改回来，但是削了攻击力。哦。感谢这个拉萨项目结束没有奖金的一个飞机，那么惨啊！我操！再看看这个广告啊。Buy units, son. We don't talk like that in this house. Come with me. Your grandfather didn't give his life just so his grandson could pay money to be good at something. But, Dad, Grandpa's still alive. And your mother.She wanted to bring you into a world where you'd be judged by your elite skills, not by what you spend. Son, your family's legacy awaits. Cool. Did you bedazzle Mom's engagement ring? StarCraft II, the legendary competitive game, is now free to play. Your legacy awaits at StarCraft2.com. Is that my ring?If that thing's wrecked, I... 好，感谢东京孙一峰的一个飞机啊，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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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了，开始了。我感觉要被4-0。我也觉得要被4-0。已经很难弄了，这个。这个我觉得如果说要翻回来的话，我从来没有，好像没有吧，我印象里面就那么顶级的决赛里面上三追四这种没有过，没有，很难很难。好了，要来了。不过要说他们冷静一下也是好事情，这时候必须要冷静。If that doesn't happen,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initial army of Showtime carries a lot more momentum and can really make it a more difficult game. 不过未必能冷静下来啊，这个这种感觉就感觉糟的要糟的重。
我要真的信心摧毁了，上一盘已经防成这样了都输了，已经憋出他认为不可能输的部队了，这个应该说是神族最强，而且是被是不是被正面击溃的，对不对吗？正面击溃啊。Will that work? I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It almost looks like nothing works. If Cero is really feeling it, I mean, 马修在我们现在想的是，万一零比四输了，多丢人，在自己妈的本国家做的比赛。没有，我觉得服气啊。至少先扳一盘。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服气的呀。不服气不服气，另外一回事。先扳一盘回来再说。啊，对，扳一盘还是很重要的。废话，这个扳一盘肯定很重要的，好不好？你就先搬一盘回来之后，你才想着可以说，对吧？想着可以说拼一枪，才能打后面的比赛。那你一盘都搬不回来，那打毛啊！来了。其实他们知识还是很多啊，但是 Cero 今天是不是要用自己的实力来征服德国，就要看这场比赛了。我觉得这三场打完德国人应该也挺服气的。对，惠龙岛啊，这张图妈妈船如果有黑洞的话，那神族就真的就逼到妈妈船就基本上无敌了，这不可能输了。只要妈妈船一出来就无敌了，不用打了，这个局势。有黑洞还说个毛啊！我靠。Any big tournament results the year before, we hadn't really seen him offline, but he had a good run back then. He won his group, including going up against three other Korean players, made it into the quarterfinals. Was a really good run. We expected a lot. Every single WCS stop in Austin. 我觉得修弹不打点极端的战术吧，真的，再这样打真的打不过，是不是嘛？他不会打极端战术啊，我觉得他还是，就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人，要不然怎么打得过嘛？不是怎么打得过打不过的问题，打不过就说明实力不够呀，那怎么办？估计还是 VS 开，打法不太会变。对，他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那一套打法，就这么打下去嘛。对 ，Cero 也会正常打，这其实就是 Cero 跟就欧洲选手跟韩国选手不一样的地方。韩国选手到这种3-0这种比赛，肯定是够独霸一波，你信不信？特别像什么 Life 这种，什么书本这种，也很喜欢够独霸一波。肉哥这种都喜欢够独霸一波。对 ，Dark。那数了这几个人，没有一个就是在这种优势下不会放狗独霸一波的人。VS 开，接个追猎。Cero's making a lot of links, by the way. That's a few more links. Yeah, this wall off's not complete for Showtime, and he's going for Evolution Chamber. 可能对于 Showtime 来说，他觉得只有这样说才能够要翻盘，才能够翻盘，不然都翻不了盘。No shield, oh my god, no shield battery yet. 感觉狼牙风风拳，这你妈！哎，狼牙风风拳了，在搞毛啊？这还怎么趁你病？趁你病要你命。真的趁你兵要你命啊，但感觉防带可以啊。哎，我告诉你现在还不好说，两船房子一起往里头啊，那么狠啊。哎，这投不进去啊，这个一船
两传怎么都投得进去一传。哎呦，打不进去啊，这正面守住了，放下来啊，啊赢一盘吧，赢一盘啊，正面赌赢一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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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一盘也是好事啊，怎么办吧，让别人，哎呀，但没，哎 BY 咬了呀，他想什么，哎哎哎哎，他打什么 Zero 在打什么这盘，哎呀，会做人，会做人，哎，对对对对，会做人，他刚才不是，他刚才那个在加 BY 的那个能量还是咬了，让他赢一盘，不然这德国会做人，这个真的是会做人，要不然德国真的出不去了，现场就把你暴打死。这盘没什么机会了，他妈想不到他小小年纪就这么懂人情世故，妈这小子将来必成大器啊，是的确是个做大事的人，真的做大事的人呐、啊！就是这种时候，你妈在关键时刻知道让一步，而且还是个欧洲人。对啊，他妈我一直以为欧美人他妈都是那种铁脑袋，不知道让的。你不觉得吗？你太不了解啦！感谢大慈大悲总司令和这个什么利奥诺泽的一个。礼物啊，哎，真的，我跟你说，这种小伙子真的必成大器以后。啊，如果这盘 Showtime 都输了的话，那也没什么好说了。不，这怎么输得了？你告诉我，输不了，这个真输不了。这么打一波，怎么输得了？我想不到有什么能输的办法。这个绝对是继承的总司令的遗志，要是三星不解散，我估计这场比赛打完就他这个举动 Zero 总司令就会向 Zero 发出橄榄枝Zero 很可能就会成为韩国职业战队三星战队的一员，这种仁义之风妈不是普通选手打得出来的。Zero 这狗逼果然是这个变招，他永远都是一波 rush 打不下来就直接投女皇狗毒爆一波，没办法，这个怎么办，果然是这么打，有一次我也学了他这个还挺厉害的，但你还没出手，对手手已经出手了，他们来了，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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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这种你凭什么挡得住，你凭什么，你啊狗操作好你就挡得住，老子不信呢，我不信我不信我也不信，哎不会吧，哎什么情况，哎守住了这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他操作有那么夸张吗？他一直在用女王在扛那个白球的输出。对啊，然后狗拉了两下就守住了。牛逼牛逼！狗应该有一攻吧？可能他把别人三光一打，然后优势。不可能，我就不信了。狗有多好吗？哎。哎，不那个是吧？这，哎，真的要翻了。好了，你这四个女皇道，四个女皇道。哎呀，四个女皇道不是吧？说好的会做人呢？他你妈是在别人脸上撒伤口里面再撒个盐，给你个好像可以翻盘的假象，然后再把你打死。哎，真的死了呀、啊！这个这挡不住啊！刷闪电，他反馈，他要反馈那个，他要反馈那个女皇，他哎合球就没用了，啊他想不到，没加血，没加血，没加血，哎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加血，哎他也没加血嘛，什么情况？哎点那个点先知点了就行，他没加血，稍微有点操作失误，要操作，但已经翻回来了呀，回去补农民了呀，这三罐其实可以咬掉再走啊，这三罐没咬掉什么鬼，会做人呐。他只是为了秀一把、啊、
啊，咬基地，基地给你咬一咬，强一咬，咬掉，咬掉，基地肯定掉了这个。把说好的会做人呢？不不，他已经很会做人了，很会做人啦。谁叫你守不住，对吧？对啊，谁叫你打不下来？哎呦，家里面又被捅！这你妈的！还行啊，哈哈，被咬退字啊，打不下去了，这妈休太姆职业生涯都有阴影的，我觉得这种，你妈这种我都打不过他，这我还有什么脸面在游戏界混？妈 ，Sarah 今天绝逼你妈走得出这个场馆。这绝壁如有神助，太猛了！今天德国的刀斧手在哪里？不，这个有点过了，真的，这种都打不死。这已经劣势很大了呀！妈个蛋！也不是说劣势很大，反正你现在已经劣势了。我觉得劣势了已经，没有没有劣势，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你看看吧，闪电四框开好了，他闪电出来了呀，还有不行、啊、闪电好了吗？闪电好了，不至于，对啊，还没好呀，好了，已经好了，还可以，我觉得神助还是有势，但是我告诉你，刚才他这个举动，三星战队的总司令就会开除他出战队。妈放水都放的那么不对，我是觉得怎么说呢？必须开除。神族优势，神族优势，神族绝壁优势。四矿开了，四矿开了就好了。科技有优势，的确科技有优势。神族优势，不是奶不奶，神族真是优势。现在这个局面是神族第二优势。Zero 刚才没打好，他刚才如果他那四个女皇加了血，可能就直接就打死了。他没打好，优势，真优势啊！哎，四矿，他把闪电憋起来了。对，感谢闪电憋起来很面试 NASA 成功，特来还愿的一个飞机是特来还愿吗？NASA， 妈的，他 NASA 是不是那个吗？妈，美国宇航局呢？对啊，不是那个什么宇航局吗？我靠，你真的假的？妈的，我这不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真的假的？你妈的，我们二部在还有他妈 NASA 的。他们有没有在白宫实习的嘛？我他妈绝对不信，我操！那这个局势的确，休泰姆还是有先手的，他的科技快。哎，你兄弟，你去面试过了，以后告诉我们有没有外星人吗？来点真实的，来点干货，对不对？告诉我们有没有外星人？什么开放一下那个什么是第几区的那个资料给我们看看？反正我也不会出去说的，你就跟我说就好了。那如果有怎么办吧你？啊？有怎么办？有我就知道了一个秘密啊，也不枉此生。不不，我觉得你如果有的话，你这辈子应该会知道，我觉得。切。哎呦，差一点！现在第一次出来了，这个局势不好说啊。但是 Showtime 是两个 VR 出不朽，比较针对打的。老子不相信这场比赛能翻，这场比赛翻是超出的，还是挺难翻，还挺难翻的。这场比赛能翻是超出我对星际的理解 ，N 个次元。刚才挡住已经超出一个次元了。你不觉得吗？哎，你不要慌！妈逼，我怎么感觉要被横跨木江了？他要横跨木江打三矿，然后埋没第四。哎，不，那边还有一波，哎、那边还有一波，没事，谁爆谁不好说。他都、哎、好了 ，Zero 死了 ，Zero 赢了，这波包了，包死了，直接包死了。那恭喜 Showtime 终于是扳回一分。妈，你还敢横跨木江，干死你！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不是那个先知救命，神真的有可能被跨死在这个位置。对，先知照出来了。
这波 A 过去还挺难挡的，这波非常难挡，还能挡住。妈，给我一个挡的理由呀！关键凭什么能挡得住？啊，绕狗也绕不了东西，有个一点点嘛，绕点农民而已啊，又怎么样嘛？能怎么样嘛？几个农民而已，正面 A 一波进就死了。这波不可能挡得住的呀！哎，他闪电呢？闪电呢？顺便有点脱节。哦，那么多白球！哎呀，赢了！闪电到了就赢了。我不信你的赤色舞能跳那么好。再好也挡不住这闪电电的呀！那么多白球，你怎么挡嘛？布球还在。死了！机器扳回一分，终于扳回一分！我靠！不容易。秀弹幕，你妈的会做人，小伙子可以活着离开德国了，要不然以后怎么做朋友嘛？这种上来决赛打4-0怎么做朋友？这也是啊，这的确没办法做朋友。现在我们现在有信心了，马哥终于至少这个脸没那么丢人。Oracle did a great job in keeping track of the links. Phoenix took care of the drop lords. Made it a little more dicey than this game should have been. 感谢浦东 F92 的飞机啊！妈的，感谢。至少没那么丢人。It was a really good decision from Showtime to just eventually kind of sacrifice his third base. He looked at it, he's like, oh, this is what's going on. That means you have no tag. This means that you have.No real economy either. Losing this Nexus is going to really sting, but I think if I survive on two bases and I get Archons and Immortals, I'm still going to be in good shape, especially because he saved the majority of his workers as well. 啊 ，Sarah 不会就这样被让山追四吧？不可能的，让山追四这种比赛我从来没遇到过。我觉得也有点不可能。But he shows that even gods can bleed here. Momentum is a real thing, though, in StarCraft 2 as well. We've seen quite a few swing-arounds. Just a couple of months ago, Showtime was on the other side where he went up against Nurcio in the semifinals back then. He was up 2-0. Everything went fantastic. Game 3, a couple things went wrong, and before you knew it, Nurcio actually got the reverse sweep. So I'm sure that Showtime is thinking... 好了，说完第五场比赛啊。Why wouldn't he be able to do it?说他们还是会坚持自己的打法，他不会有什么太多极端打法，他就是这一套，打得过 对吧，打得过我就赢，打不过我就输，这也蛮符合他的这个就他的风格的。Zero 这盘应该会玩好好打的，差不多了，让清楚对不对？仁义的一盘嘛，好了呀。哼，说不定还要仁义一盘，你信不信？不过也不能说仁义吧，我觉得 Showtime 刚才打的也挺好的，不能说仁义。你们这种仁义来仁义去的。It's so tough. Showtime has looked great in this matchup, and I really like the variety of players he has as well. And I know that. 主要看 Sarah 怎么打。Showtime 的打法反正已经就不要固定。But it's what he does after the Stargate. The Stargate, you should almost see that's a part of his gateway. You know, that's just what he spawns with. And after that, that's when he really starts mixing up his play. And he makes it hard for the Zergs, and the Stargate makes it extra hard as well, because there's always that Phoenix that takes care of these overlords.好，还有单兵开矿，单兵开矿 ，BY， 然后 VS， 然后 VCVR 开矿，基本上就是这套流程。他这么打有个好处，就是每一次他都能够至少把闪电给憋出来。对，就你三矿，你这种赤色狗毒爆这种战术打不死他。对，但实际上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就要？嗯，我觉得上一盘其实 Zero 还是挺多失误的嘛，
就包括反打那波女皇没加血什么的很多失误。我跟你说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他从来也没夺过冠，3-0觉得自己要夺冠或者大力反挡住，就想快点赢的，脑子可能有点一片空白。我跟你说，当时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性的。但如果他是跨过这一步了，他马上就会再上一个层，就至少在心理层面马上就上一个层次。嗯，这个就是冠军级别的选手跟那种没拿过冠军的选手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有些比赛他打到最关键的点，他可能就扛不住那个压力。好，进来数下农民。这都是细节啊，问题不大。Zero 没有拿过什么大赛的冠军，所以这种东西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心态的。八条狗也刚刚好，看了八条狗就不会飘了。对于 Showtime 来说，每一局啊都是最后一局。先知出门，我们看 Sarah 怎么来防吧。先知，哎，这什么情况啊？哎呦，这是大的，哎，不，还行，先知来了，先知护驾，还行还行。那这样其实也还好，但你就没骚扰力了呀？你这先知在这边开了，这二本很快啊。嗯，这个二本。不，他这套战术就是出地质那套战术吧。二本很快，然后斯拉塔放下，斯拉放完之后地质塔。就在每次都是这样的，先 VS 然后 VCVR， 对，然后再一个偏 BF 稳一点的话，它是一个标准开局，然后再开三矿，这个三矿可能会慢一点，但攻防会很快。感谢这个司令开除 Zero 出战队的一个飞机，飞翔的小牙签，还有球奶阿里云中不了标，和球奶晋升不了武田经理的一个飞机，武田经理好，直接抬，漂亮，强戳，但是控制一下防空，啊，都标准，这些都标准，我觉得也不多，一般，抽的不是特别好，也不多，反正休坦姆的打法还是比较固定，哎，不对哦，这盘是他回到那个战术了，他比较固定的那一套，就白球加他打一波的那个战术，对。不，他这套战术还是要开三矿的。对，其实打休泰姆，我觉得就你只要记住他哪几个点开三矿，就知道他什么战术。对，太固定了。但休泰姆其实整个细节也做得还不错的，因为一直打一套战术。对，感谢小光 Light 的一个飞机啊，感谢。这一波怎么说呢，要打进去这个有点难。 Serial 这个感觉没有爆多少，没有怎么运营啊，他是直接打，要打一波的。对，他现在所有的就三矿运营都还没满的，直接打一波。哎，这波有点凶啊，他就算死了，你要这样三开的呀。哎，这波这，而且他这波是接地刺的，他先摁一波然后再转地刺。啊，先回来守一守。他看到了这个，看拖，如果闪电拖出来的话还能打，闪电拖出来都很难打，因为地刺这个东西，闪电他直接闪电电农民的，电不到。就看 Showtime 能不能意识到有地刺，准备要变地刺。第一个不朽还有点慢，稍微有点慢。Zero 肯定是要打一波的。对， Showtime 就在这里挂着啊，找机会电农民。啊，这电也就电了，电了又怎么样嘛？你这两把电再电这个农民比那个对面多两把电好多了。
这军坦太恐怖了。好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挡这波其实最好的还是自爆球。我觉得这波未必打进去。看闪电垫的怎么样 ？Serial 的这个，哎呦 ，Serial 的这个狗太多了，有可能会被闪电垫的非常伤。对，关键叮当也看着的。就没看到第四，现在是。哎，这往这个地方走，刚好没看到。有点飘哦，而且带了眼虫的，直接要点你的那个点你的叮当的。修坦姆的那个呢？那个先知呢？先知他不知道有第四，他不知道看到第四了，闪电一把两把，可以反馈啊，把那个眼虫反馈了呀！哎呦，包，但是爆包，再有两把再来。叮当在哪里？哦，叮当的，叮当的，造出来，还有两个，他直接冲上去。哦，造出来，可以，挡住了。哎，感觉修泰姆挡住了呀，挡住了，最强势的一波挡住了。Sarah 心态上可能出现了点问题啊。他很急于想拿下比赛，现在选的战术都是很极端的那种一波的战术。对，感谢球奶当不了机长的一个飞机，我靠你妈，当不了机长，这什么情况啊？各行各业都有人才啊！好，继续开四 G D S Zero 继续绕。Showtime， Showtime 这波只要守住他就赢了。妈，我告诉你，这盘绝壁不是仁义，不可能仁义的这种比赛到这盘心态有点问题了。上一盘你说仁义一下做个人，这个有可能，但是概率都不高。但这一盘绝对不可能仁义的。波擦绕过去。这一盘他是想拿下直接走人的。感谢球奶博士女友没工作和球奶老先，我考试全挂的一个飞机。感谢。对，还是局看比赛吧，看比赛，局势有点紧啊，这个时候。非常紧的局势。球探们现在就想通过绕兵，然后把矿开起来，但 Zero 不给他开，球探们开上面可以。Sarah 反正这波一定要摁进去，他一定要摁进去，但他问题就是没有第四了，摁不进去，他没有那么多气，摁不进去。啊，这波你摁的同时，家里面再招一波能进，崩了。上这一把主要是闪电，你如果没有第四，你闪电解决不了。崩了，3-2，我操！3-2，这个修坦姆就哦，不是 Siri 就难受了，直接插基地啊！想那么多干嘛 ？Siri 不管了，只有一波了，只有一波了，送一波，几级了？这不可能冲得进去。送一波结束，这怎么可能冲得进去嘛？他只要电出来了，就不可能冲得进去。对。这个闪电防守太猛了。好，你上来吧，来吧。哎，合球啊！哎，无所谓，肯定守住了。吉吉，3-2啦！Showtime翻回来了，压力还给 Zero 了。不，这个还好。这盘如果再输一盘 ，Zero 不用打了，就再输一盘 ，Zero 就不用打了，是吧？这直接爆炸心态。居然会打成这样。这盘绝对不是演的，我跟你们说。心态上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感谢球老先来我前女友复合的一个飞机。我觉得对 Showtime 来说现在自信心又恢复了一些了。 Serial 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总能抓到他失误的地方，特别他心态出现变化的时候。 Serial 最大的问题是太想拿下比赛，还是战胜不了自己，有可能。感谢球奶我德州扑克输破产的一个飞机。你只要打了都会破产的。对的，你只要一直打你总会有一天破产，你放心好了。
A lot of things could be coming in here into the series. It's been quite a few games so far. I think the link flood loss. 不要去打德州扑克，不要去打。And then you obviously know what kind of a game that is. He tried to end it, didn't work out. No biggie, but I think that game on Blackpink that must sting a little bit. 为什么打那么激烈？他们两个。这种 Showtime 其实他现在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对。感谢渐渐面试求奶的一个分享，他现在感觉非常好的。Right bottom side, we're looking at the main base of the Finnish Zerg, still on championship point, but perhaps getting a little sweaty right now. 好了啊，it is Cyril. 那感觉为什么这两个报 ID 的感觉气势完全不一样嘛？哎呀，他要考虑到主场气氛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那个，就是只是解说给电脑前的观众看的，他主要还是要照顾现场气氛。Showtime 已经打了 Showtime 已经打了大概五场同样的开局，感谢这个求奶羊驼事业不顺的一个飞机啊，羊驼这第六盘我相信 Showtime 还是会选择 Yes 开局的，这个这场比赛谁赢谁就直接进 Blizzard.com 了，而且是第一个进 Blizzard.com 的选手。哎，不过我觉得这场比赛就算没有说拿到冠军，我觉得也进了。感谢老仙祝我过年不放假的一个火箭。过年不放假，过年大家都要放假的呀，你不放假吗？那么惨啊。那你一定赚很多钱。对，说的没错，妈也是好事，也是好事。你妈这过年不放假，过年基本上都是放假的，你这个不放假，几倍工资啊？三倍工资是吧？对的，是三倍工资吗？过年不放假？玩呢？把九幺说的又不是我说的，玩个毛啊！是九幺说的。哎，过年上班是三倍工资吗？妈，我们没有的呀，过年我们也给大家直播的呀。哎呀，过年我跟你说，我们会休息三天的。没有休息，我今年过年没有休息，就要。你那么猛啊？不是，是你也没有休息，因为我们接了个活。什么活吗？啊？什么活吗？哎呀，一个推广的活呀。不但我们休息不了，连马玉 K 跟 No 总都休息不了。他如果不想挣个红包，那就算了。那我们都给他挣了，挺多的呀。你要不要嘛？你不要五八，你不要这个钱就分你了。妈的，只能拼一枪了呀！我靠，过年不休息，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我靠。是的呀，挺多钱的，都够我们做两三届那个，都够我们做三届那个天下第一的。这么多啊？真的呀，这可以真的。所以说你不要就算了呀。贪玩揽月，我靠，够我们做两三届那个钱呢。可以，这可以。普通 F 教授多少嘛？哎，跟你没关系，走开。你是不是要加倍嘛？啊，普通 F 干死你，我靠。走开，你跟你这种就不要聊了，很烦。对的，跟你没得聊，不想跟你聊了。又是一个先知过来，我们看一下，先过来戳，这是对的。农民拉一下，一个都戳不了。这种感觉，就首先这感觉就很好。哎呀，我们这个也不容易，你知道吗？这个也是法人，你要辛苦卖局卖回来的。渣灰。哎，真的，如果贪玩南岳找我去拍一个，我还是愿意的。但可能他看不上我。你们谁在贪玩南岳上班嘛？找我去跟他们拍个什么广告啊，或者我不要钱啊，不要钱。
不要钱，他们推广力度只要跟渣渣辉这些差不多就行了。不不，那你想多了，你想多了。哎呀，只要你推渣渣的辉是带上我，我不要钱。你们谁是台人是台湾来源的吗？我一分钱都不要。感谢球奶前女友再也不复合的一个飞机啊！只要你们放渣渣辉广告的时候带上我，就比如说他，你们上来不是那个吗？我是渣渣辉，我是古田乐，对吧？我是陈小春，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是黄旭东，只要带上我就行了，其他都不重要，我不要钱，我不要钱。你妈！好好看比赛，看比赛，看比赛，看比赛。对不？哎，对不对嘛？这一场 ，Zero 又升了防速度啊！我估计他还是要，待会可能要进行一个空投。感谢这个皇家五角钱的一个飞机、啊。嗯，我主要你觉得是吧？就加两帧，就是加两帧，其实都不用拍，你前面的都拍好了，就是最后就是我 cosplay 九幺 cosplay 站出来，我是黄旭东，我是孙一峰，就加两句就好了。不要再做梦了，我们看比赛了，干死你！这波用蟑螂手应该守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说在我们这招就是他此前打那个南玛莎那一招，插带白球先冲一波。好，甩！哎，这个插冲的还有点凶啊，这个插。怎么修他们打出气势来好吗？什么是气势？再刷一波呀！气势！再刷一波呀！哎，不会打死了吧？不，这个甩还哎蟑螂好吗？这个是，你不要搞得真的一样。好了，走了，反身再冲一波呀、啊哦！你过，反身冲一波不可能。好，进你家你还是只能回家呀？干嘛？家里面我有兵防守的。你确定他有兵吗？我造出来的兵防守就好了，我直接 A 你去了，不让你开三矿干嘛？都这样的呀，你相信我呀，这就是顶级充足啊！蟑螂一波了，每一步都算好的。但家里面未必打得进去啊。有个不朽哎，但没电池哦，没哨兵，没电池，有可能打进去。他后面兵还会续上来的。现在蟑螂不停的。好，能进就回来了，压力有点大。哎呦，我两个白球后面截。哎呦，哎，没截，本来可以两个白后面截，其实还能赚一波战损。那边二矿那边被捅进去了。麻烦了，他的不朽呢？哎，这个，这波他没想到，这个伤了。哎，这不消，但没用啊，还能不能刷一轮边？不消卡个位置，拖时间。啊，这正面回来，但白球进不来，尴尬了。我感觉白球进不来。有运输机的，运输机呢？左边又来了，忙不过来了。运输机在那么后面，白球去二矿吧，真的。白球去二矿，白球去二矿，好，回来了，两个白球去二矿，说不定守得住，死了15个农民，17、啊，不用，这很难打了，这个这已经打不了了，这个打不了了。Zero 还是要夺冠，后面 Zero 转地刺，他你看他这盘他的运营就非常好，对，74个农民了，这已经没法打了。Zero 夺冠了，还是夺冠？夺冠，这是夺冠了。这个还是突然一下左边这波冲锋，对、那个、他没想到，没想到他正面这个三矿这边压力有点大，所有的兵都在追三矿，追得很嗨，那波追的就觉得感觉追完了就优势了呢，对，追得很嗨，结果这个局面已经基本上没得打了、啊、德国战车倒了呀，德国战车可以了，搬两盘已经是什么意志的体现了，德国人永不服输的意志已经在这两盘已经完全打，我其实主要是在那第三盘输掉之后，我就觉得已经是没戏了，嗯，对吧？无论你怎么搬，你第三盘输掉已经是没戏了，这个局面是不可能翻的。骚扰就次德出来，其实都无所谓的，就现在就等地次嘛，地次好了之后打到这个局面，你给我打休坦姆都是九死，不，我说九死一生，哎，九死一生可以，哎，我也会空投的呀，打到这个局面。不，你打的这个局面，可能你脑袋也一片不可能的，我也会空投的。他妈的，投两下休坦姆就傻逼了。你要知道，在这种局面下面，虫族输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嗯、
真实话，真实话，真的呀，你空投就好了呀，咋这种局面？你空投神主怎么办嘛？哎呀，哎呀，这可以退了，可以退了，不用打，不用打，可以退了，可以退了，这真的没机会了。他直接两线，他又绕兵吗？又绕兵，又绕兵。好了，这边牵制你，那边横跨乌江，跨上去了，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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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虽然休戴姆的位置已经站得不错了，但是已经被跨上去了。他为什么还要追那波刺神嘛？那么操作不过来了，这怎么冲嘛？休戴姆最后爆发了一波兵，闪电，他的主力从后面再绕回去，看这波能不能包。好，还是卡住了位置。好，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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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面包抄。哎，可以啊，这个爆仓爆的、啊、可以啊。叮当在上面站住了，哎，不是吧？不不，但我觉得还是要输，还是要输。双方这个爆发力完全不一样。对，虽然有的兵源源不断的 A 过来，但现在没有闪电了，战斗人口差三十。没闪电，你靠什么打刺蛇？还继续续啊？干嘛？他在变地刺啊？用第四也送不起，好不好？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我说不见得，不见得，不见得。这一波，这一波让他扛住了，还有点小机会。再声东击西，再声东击西，你来不来？开不起来，四 G 力开不起来。这 Zero 这个分过来我就横跨乌江。Zero 这个进攻手段真的丰富啊！对他各种这种分兵分的特别好。好嘞，这个走上来，这波横跨乌江怎么办？死了呀！死了，这波横跨乌江跨到这个位置没救了，没救了，真的没救了，进攻手段太丰富了。这垫垫的还是有点爽，照出来也没用了，你打不赢的，照出来，他蟑螂在前面顶着，你怎么打得赢嘛？休坦姆再怎么出来，我觉得哎，我真觉得欧洲选手真的很注重包抄，你发现没有？他用兵用的特别好。第一用兵用的好，第二是我强行守，强行守，强行顶出来啊！这个手指，哎、哦、呦，顶住了，也算刚猛，我操！但是又死了13个农民。这个输，我只能说他也是站着死的。对，因为其实前期力是挺大的，14个农民。是这样的，现在所有的虫族选手的进攻手段，就是比以前要就分兵上来说要强很多。以前分以前不太会这样分兵的。不，神主也很注重包抄，你发现没有？对，打第一次必须要很注重，但真的挡不住了，挡不住了，这波绝壁挡不住了。再绕兵，他要拖你时间。这个双线绝壁挡不住了，他拖你时间，他下面绕了波擦。拖不哎，这不好说，这波差拖了一下呀，拖一下，拖了一下，拖了一下。正面我们看三矿这边不知道什么情况。哎，别卡呀！我操，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用兵，对，是用的很好，双方都用的很好。你跟对手去打这样的一个对攻战，这样的话就能够腾出手来。大哥，决赛你不要卡呀！不要乱卡呀，我靠！这人口差太多了。好了，三线直接这把电还可以。中间这波怎么办？合球，反应还行，照出来，闪电，打不过。白球已经没几个了，不行，挡不住了。没办法，这个真没办法，真的打不过。GG，恭喜 Zero 成功封王，欧洲之王终于是站上了 WCS 的冠军宝座啊！去年一年，大家都说他应该站上这个宝座，但是始终这个冠军跟他无缘。嗯，去年做了一年的无冕之王，今年终于是压倒性的。这次真的是压倒性的获得。我觉得 Serial 今年应该能够拿两次 WCS。对，我感觉他举奖杯这一次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包括自信心，肯定是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没错，今年我们很值得期待的一位选手啊！今天他的比赛虽然在中期心态一度是发生了这个变化，一度是有点可能会崩盘的感觉，但是还是以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最后拿下了决赛。
特别前三排的发挥堪称完美。之后他99年的小孩子这个冠军拿完之后，其实之后的比赛对于他来说，他就不会像之后的两盘打得那么急躁了。对，好了，那我们看段他采访吧，采访完了就结束了。嗯，I am here with Cyril, guys.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now the first WCS circuit champion for 2018. How does it feel to hear that title for you? It feels great.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for so long, and now it happened, so it kind of feels unbelievable right now. It's still sinking in, and also,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global finals. Tell us about your plans. What can we look forward to from you this year?I will try my hardest to play in every single tournament, and I'm gonna try to get more of those trophies, and yeah. We know you will, and I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out here at home and in the audience who are watching you thinking, I want to learn from that person, that's someone I look up to.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all of your fans and all those who are believing in you? Thanks for believing me for all this time, and let's win some more.Let's win some more. Hear it one more time for your champion. Cyril is your 2018 WCS first circuit champion. And now, Cyril, you know we have a tradition around here. Where's Mark? He has the final boss to bring you.好了，没了啊，没了，没了，没了。好了，恭喜 Cyril 就拿到冠军啊。对。很爽啊，这种感觉。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啊，就到此结束了。Thank you. This has been. 明天我们就晚上就休息完吧。Thank you and good night. 补个觉，后天周二我们再来播。对的，明天不播吗？明天不播了，算了呀，明天。明天下午我们职业队不继续吗？下午职业队会职业队，妈，我说晚上啊，晚上跑路一天。好，拜拜拜拜，各位拜拜。After an amazing series, taking an early lead in showtime, and getting a little bit of ground towards the end, he managed to close things out with precision. 大家睡个好觉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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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That was a ridiculous grand finals, Nathanias. That game 3 and